啊，角色名哦，你说测试员中有人失踪，怎么会？你在测试时遇到什么怪事？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跟朋友一起在政治大学和北台大学测试时，都真的撞鬼。在北台大学的时候，差点被女鬼拉进醉月湖，要不是我朋友在旁边，我早就挂了。你朋友？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测试？这件事情不太重要，但我也不希望把我朋友卷进来。最好不要让你朋友继续干涉。你会看见鬼，恐怕不是因为八字经或是气运弱，是这个游戏让你看见的。这款游戏有玩家地点定位和 AR 扩增实境功能。虽然说只是游戏，但奇怪的是，这游戏的扩增实境会导致玩家分不清虚实的交界。玩家到了都市传说发生的核心地点，触发了召唤都市传说中的鬼魂，极有可能会被留在那个世界回不来。为什么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们这个游戏比较像是一个阵法，就是有点类似在那边做法，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进到了可能那个他那刚刚那位醉月湖学姐的领域，然后他就会开始找你麻烦，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像的耶。就是这一个，他要去找那些都市传说条件，就是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媒介啦，对啦，媒介啦，哦，忘记要讲什么。当然，这些都是我根据其他测试员的经历推敲出来的，不一定是全貌，但这游戏很危险是事实。你的窗口也是莫小姐吗？你问过她吗？莫小姐才来半年，问她也只会得到是游戏 bug，公司会再调整的答复，也许她是真的不清楚吧。所以我想自己找到真相，应该说是不得不继续找真相。你都知道这游戏很危险，为什么还要继续啊？不是我想继续，而是我不得不继续。你试着删掉游戏 APP 看看。不会吧？我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态，长按移除 APP，果然如 A 所说，手机跳出提示讯息根本删不掉。那、啊、就算删不掉好了，啊，我大不了就不要继续玩了、啊。啊，难道他还能逼我继续玩了、啊？你在测试时有去公司签约吧？你有仔细看合约再签吗？那不只是保密协议而已哦。啊，我以为是自私合约就没细看了，但这不合法吗？那个合约是合法的，毫无瑕疵，但是在合约的周围可能被下了诅咒。就我猜测，就是要逼我们签下合约后，不完成游戏的话，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已经有人发生不好的事情，是吧？我想我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那时候因为觉得怪有停下来测试一阵子，就遇上了一些怪事。后来去问能通灵的老师，才知道合约有问题。除了合约以外，我也发现那个 APP 也有古怪。当你一旦下载完成怨鬼楼的游戏程式，你的手机就被植入类似入码的程式，你想删 APP 也删不掉，因为这个程式会一直存在，在背景运作着。你一旦来到这些都市传说发生的地点，很有可能因为这个 APP 把你卷入都市传说世界，一去不回。像之前你跟我说差点被醉月湖女鬼拉进湖里，我想应该也是类似的手法。我要调查他们的目的，但在找到真相前，我们都得继续。当然，你也可以不信我，但老实说，我们别无选择。像是报警，我尝试过，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甚至去庙里是施符除煞，但还是没用。这些我都尝试过，也失败了。我们只能靠自己。凝视着 A 传来的讯息，心中满是后悔接这个案子。这游戏太邪门，太诡异了。不玩的话就遇到怪事，我都差点被鬼抓走嘞。还有更可怕的事会发生吗？靠，简直不敢想象。如同 A 所说，除了相信他的情报，我好像也别无选择。我紧盯着手机，努力思考要怎么办。如果找人重换手机呢？人没办法，A 说契约上有咒术，如果其中有灵异现象存在，重灌这种物理做法应该没用。把你手机砸了，坏意思啊！这时候你就跟他们讲，哎，我手机真的被那个因为玩恐怖游戏坏掉了，你们可以帮我换一只吗？啊，好烦哦！我抓着头发在床上滚来滚去，要不要告诉老胡啊？哎，我想了不知道几小时才回复 A 的讯息。我艰难的输入，我知道了，我会继续进行游戏。之后冲出，再次关闭手机画面。哎，接下来已经不是单纯的游戏测试了，我只能继续下去。接下来玩命了。老胡那边就先瞒着他好了，以免他担心，而且把他卷进来太危险了。我 赶快去领证了啦。百叶大学附近好清幽，一望无际的田汉山。早上来的话，风景应该蛮好的。晚上来，安静到连车子的声音都很少。
哦，等一下，这个场景我好熟悉哦，这是我知道的那个地方吗？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里了。白夜大写的都市传说，看来是和车祸有关，这段路好像常有车祸，是道路设计不良，还是真的是冤魂在抓交替啊？校门口前有一个闪着黄灯的路口，我看见一辆砂石车飞速驶来，对向的骑士似乎没看到砂石车，经过路口并没有减速，他迎面撞到砂石车，哇哦！上半身我来不及反应，整个人傻掉，头颅滚到我旁边，分不清游戏还是现实，脑袋宕机也没办法，被人拉开一把。你怎么会在这？老胡回过神，看有点担心的老胡。啊，果然是老胡啊！哼，你说你已经删掉 APP 是骗我的吧？你这家伙一定是偷偷跟踪我出门吧？你出门时声音那么大，先不说这个了啦。路灯旁边那长头发女生你认识吗？她好像在看我们这边呢。顺着老胡指的方向去看，路灯下半个人都没有。啊，老胡也被车祸吓得眼花了吗？上次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哎，不要再陪我测试了，这游戏很危险。明知很危险，让你一个人去，这还是朋友吗？如果你现在还不想讲或不能讲原因，没关系啦，但不要单独行动，至少让我陪着你啦。说真的，我也还不知道确切原因啦，只知道这游戏很危险，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下去才能知道真相。但我不想连你也卷进来啊！别无选择，有那么严重哦？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哎，你做事那么冲动，至少让我帮你踩刹车吧。老胡认真的神情让我无法拒绝，平常互相嘴炮嘻嘻哈哈的，很少看到他露出这个表情。他应该是真的担心我。可恶，怎么有点感动啊？这个大学吗？我在想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路口很熟悉，你知道吗？那你答应我，在执行阶段让我来，你在旁边守着。可以，那你要答应我，之后不要自以为是的为我好而骗我哦。这完全就是情侣会讲的话。挣 扎片刻的点点头同意，但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否正确的决定。发生了什么事？那边是宿舍区吧？好像是情侣在吵架。房屋四周，摒除方才争执的那一对，的确，宿舍外面的角落都有一对对情侣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约会。哇，宿舍旁正是情侣的约会圣地耶！哇，靠，还有直接亲起来了。老师有看宿舍对面的路灯上都装了监视器，他们也是很放得开呢，哦，都不怕被拍到哦。可能小时候灯光很暗吧。哎，说到监视器，你有看到 D 卡上我们学校版的热门文吗？哦，你说把宿舍冰箱当住在吃的人了，干 还有这种人哦。每次发生这种事都会调监视器，然后说如果不出来至少就报警。而且监视器画面拍得蛮清楚的啊，通常都能找到偷吃的人了。装监视器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学生安全吧？怎么变成这种用途啦？其实调监视器画面很麻烦，要慢慢看，有时候太久还要被洗掉嘞。咦，你手机好像出现照片了，好糊哦，看不清楚，模糊的照片，这是刚刚那个路口吧？伸手帮我把照片放大，还是看不清楚？哎，我调亮度看看哦。哇，这是有一个人趴那边呢。哦，吓死！你有看到吗？什么东西？那照片明明右边没有人，我刚才看到有人倒在地上哎。老胡皱着眉头，凑更近看，照片上的倒在地上的人消失了。刚刚这是我眼花吗？还是这是灵异照片呢、啊？嗯，看这45度角俯视的拍摄角度，应该是监视器画面。如果你说有人倒在地上，这应该车祸现场。刚刚明明就有啊，现在被撞到的人消失了。你看监视器照片下面还有一张驾照压在下面呢，看不清大头照哦，一个男生吧，连头像也是糊的。考照的时间很久以前呢，这跟我刚刚看到倒在地上的人有点像，一个就是传说里车祸的死者了吧？你要小心一点哦，应该离最后关卡不远了。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这次应该也是会撞鬼。但这次鬼魂是车祸意外枉死的，真的一个不小心就会出事了。嗯，好，我们刚刚在夜勤嘛，那我现在到图书馆好了。
红谁？啊，你们七晚八晚还要找猪料哦？我们要关人呢。抱歉抱歉，我们快点找，找到就走。啊，你们是要做报告还是写论文呐、啊？哦，最近有朋友发生车祸了，想找到以前不类似的新闻。啊，车祸啊，这边很常发生呢。听说今天的，哎，可怜呐、啊，人都被捡到车底下了。话说这个阿姨，你会不会长得太知性了一点？阿姨有听说为何附近那么常出车祸吗？哦，有人说吼，是几年前那次没有处理很满啊，所以才会一直出事。其实啊，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心酸呢。年纪轻轻跟我儿子差不多大，这么年轻吼，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呢。阿姨，你说几年前那次怎样啊？哦，那条路吼，四周都是稻田啦，又没有障碍物，路很小啦，一条不好会车。啊，不过吼，平时车速少，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啦。但那一天哦，那个骑机车的学生哦，听说是直直的骑车撞上卡车，还刚好从头碾过去啊，救护车来都没用。不过我也很喜欢我家这边就是，啊父母啊来找我的时候，那个画面我现在想到还要鼻酸呢。最近车祸也很常发生，你们骑车要善一点，注意一点啊。诶，张元熙啊，你怎么了？还好吗？我看一下老胡，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提起最开始看到那起车祸。今天车祸的死者也一样是被头碾过。最后，我能忍着心里的不安，摆摆手跟老胡说没事。我不敢想象，如果老胡没拉我，下个出车祸的会不会就是我？或许会跟这些亡灵一样被困在同一个路口。哎，啊，这同学脸看起来青春顺，你们说的车祸有可能报在这啦。哎，早完早点回去休息。走进阿姨指的方向，手机荧幕出现上一次的记忆小游戏，又来。OK，好。对嘛，你要转过来，我才有办法找啊！你没转过来，我怎么用啊？哎，张雨欣，你怎么了？你被阿姨说的事吓到了？你记得我们在车祸，你记得我们在校门口看到车祸吗？啊，就刚发生的，我当然记得啊！我将手机荧幕中出现的新闻报道拿出来给老胡看。一份简报似乎是最开始那场车祸的新闻。今天车祸的死者也是头被碾过，跟阿姨说的最开始那次一样。你想说什么？虽然我们都不迷信，但我相信这不只是巧合，感觉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这些死亡。牵引这些死亡吗？有这个可能啊。我刚刚搭车来百叶大学的路上，发现啊，校区位于郊外，无论是学生还是一般民众，车速都蛮快的，晚上视线不良，难怪容易出事。刚刚那场车祸太可怕了，哇！你真的不先回家休息吗？都遇到这么可怕的事，下次再来也没关系啊。就是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所以我才不能就这么回去啊。老胡，你先回去吧，真的不用陪我没关系啊。为什么那么坚持啊？啊，算了，人都来了，我总不能把你丢在这自己回去吧？说啦，现在找什么？衣服碎片。田径场这边很多人在运动，会把衣服先放到跑道边。为什么是衣服碎片？好好的一件衣服会变成碎片，有几种可能性啊？要么自己剪破、撕破，不然就被外力破坏啊。依照之前经验，这些道具都跟传说鬼魂的经历有关呢。对这个传说和车祸有关，我想衣服会变成碎片是因为车祸吧？都变成碎片，更不用说是人了。看来要找到这种碎片，可能要靠特殊的方法了。哦，荧幕突然反应了。哦，出现了几片破碎的布料，果然和 A 说的一样，一直这个程式不仅删不掉，手机还被监控了吧？我在说什么，他都知道。哎，笔记本解锁了，写说有人在停车场目击鬼魂，不知道是不是想寻找下一任替死鬼。会是车祸鬼魂吗？我想最后关卡的地点就是停车场了。这鬼魂是枉死的，如果笔记本说的属实，他可能在抓交替哦，跟上次坠毁女鬼一样，一不小心可能会被抓去，要小心啊。我知道了，这次我有心理准备，不会再爆冲了。哎呦，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尽量不要单独行动。好。管理大楼旁停车场。
停车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挂在柱子上的监视器红光一闪一闪，像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哥哥出现的监视器照片，照的地点就在这吧？应该就是那只监视器啊。老虎，你跟在我后面，不要太靠近哦，不知道鬼会从哪冒出来。哎、欸，老虎，你有听到吗？哎、欸，老虎，啊，你烧个东西啊！哦，shit。他长得好可怕啊！当我一回头，看到不是李莹在身后的老胡，而是一具无头扭曲的躯体。Hello，他歪歪斜斜向我走来，本该连接的头部的景象血肉模糊，我手脚发软，无法移动脚步，只能看到一步步逼近。老胡，我是叫老虎吗？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这个人有关撕掉的话，应该是面容模糊的驾照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整个人生都被碾碎了，到现在我都忘了我是谁耶。可能记载他死亡资讯报道吧。7月6天，这天我记得暑假啊，为什么还在学校啊？哦，营队，对，我在办营队。晚上便当不够，我被临时叫去市区买。我只记得一片白光。刺耳刹车声，还有尖叫，后来还听到嘶喊的哭声。我认得那哭声，是我妈。静静的听他说完吧。啊，不行啊！可以啊，那你现在陪我吧，代替我留在这，让我能脱离啊！哈哈哈，哼，开玩笑的，坐在地什么的根本就没用。要不然这么多人都出事，我怎么还在这？继续问吧。所以那些车祸跟你有关吗？要怎么说，算有关吧。但也不能全怪我啊。最近有些人拿着手机玩游戏，玩到都烧坏了膜啊，分不清游戏的现实。你在讲张元熙对不对？我觉得你在戳他，可是我没有证据。手机游戏，该不会那些消失的测试员？说真的，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要帮他吗？帮啦。你可以告诉我我是谁，长什么样子吗？可是这还是不清楚啊。我把拼好驾照还给他，一把抢过扔在原地。虽然还没有脸，但我感觉他好像很无助的样子。哦，我长得还蛮帅的嘛，可惜死的面目全非了。他们为什么在意的点都好奇怪啊？是怎样？阿飘的想法跟人类想法这天然会有差异吗？不知道遗照是不是选这张？哎，那时候认识时，我爸妈应该都崩溃了吧？只是暑假参加个营队，为什么变这样啦、啊？他死的时候年纪应该只小我几岁，这些问题我想不到能够安慰他的回答，只能静静听他说。看你手机的画面，也是在测试那个游戏吧？给你个忠告，小心一点，那个游戏很危险。怎么说？无头的鬼转过身，似乎看了我一眼，便拿驾照消失无踪。我感到老胡用力摇着我，终于回过神，仿佛从梦中醒来。张元熙，我差点以为被抓交替了啊！不是说不要单独行动吗？我本来想叫你啊，回过头发现你不见，只剩下那个没有头的鬼啊，吓了我一大跳。我视线才离开一下下，你就突然整个人都消失了。我在停车场找了好久，打手机也打不通，过一阵才发现你倒在这个角落。啊，你一个跨的鬼啊！他有没有对你怎样？我想我刚刚可能被吸进都市传说的世界了，就像 A 说的一样，我差点就回不来了。你说之前那个跟你一样的测试员哦，传讯给你的那个吗？我本来还有点怀疑，没想到他推测是真的。你被吸进去后发生什么？我紧张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背，确认我一切安好。没事啦，那鬼只想知道自己是谁，把驾照拼好给他就知道了。啊，虽然想叫你小心一点，但这好像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事。老胡，我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我老胡心里都觉得怪怪的，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百叶大学，回到家后马上联络了 A。我今天到百叶大学测试，你还记得百叶大学传说吗？我记得是车祸，学生头被碾过而死，后来那个路段常出车，这常出事。
看到那里就在我眼前，有个就这样头被沙子扔碾过去，跟传说一样。该不会不只是单纯的失踪吧？出车祸的那个人是测试员吗？听你这么说，我有个猜想，背后主使者的动机会不会是想借由游戏让都市传说被重现，或者是解除都市传说的一些东西？例如说，他们可能在某些地方会造成什么影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类似这样子。我在想，透过不断被人讨论与重现，让都市传说被活化。为什么他们要活化都市传说？这我还不清楚。但这么多测试员在游玩讨论，一定会形成一股能量。这股能量是好是坏，会被用在哪里，只能继续调查下去才会知道了。这样下去，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调查真相的时候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车祸大学的故事啊。我站在离校门不远的路口，四处是农田，路是小了一点，但视野宽阔。暑假到了，来往的学生变少，但想到最近鬼门开了，周家店业绩应该会不错吧。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因车祸而死的我一定要抓交替后才能离开这。我依稀听到来这里除煞的法师说，我死得太凄惨，怨气太重，所以魂魄被留在这里，直到抓住下一个替死鬼才能去投胎。冤有头债有主，硬要抓一个替死鬼的话，我会选那个撞死我的司机大哥。欸，学长，你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啊？今天鬼门快开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抓一抓离开这里啊？那学长呢？你待在学校严闭那么久，有遇到那个司机再次经过这吗？没有，一次都没有，心中有愧不敢经过吧，怕我找他索命之类的。哦，学长真的是齁，太善良，心太软了啦。你就等着看吧，他一经过齁，我就会算了吧。学长，你这话都说了好几年了。这半边肩膀被削了一半，头破血流的没礼貌家伙是玩我好几届的学弟。你们这些阿飘有学长学弟制是吧？我记得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也是被撞死的，虽然不比我惨烈，但画面也是一般人不太敢看的。不过学长，你知道最近的车祸跟你那次很像吗？说实在的，我也很冤枉啊。那些人在同个地方发生相似的车祸，不是我好吗？被撞死虽然是我不小心啊，但又不是我愿意的，还要背这锅。我当然知道不是学长啊，你才没那么猛嘞。但会是谁故意做的呢？会是谁故意做的？所以代表这些都不是意外吗？这也缺德啦，被撞了之后还断头还断了，也太悲惨劣迹，所以才会成为这个学校的传说。同时我的悲惨遭遇复制在无辜人身上，到底对谁有好处啊？说实在，我很冤枉啊！那些人在同个地点发生相似的车祸，不是因为我好吗？我也搞不太懂欸。重现这个画面，让学生们在讨论这个传说，目的会什么啊？我回想一下近期发生的车祸细节，突然想到一个人。还记得最近有一些人拿着手机在玩什么游戏，常在我们学校附近徘徊吧？哦，好像有这个印象欸。但这个游戏和类似的车祸有什么关系吗？前阵子有个大学生啊，给了我些东西，让我想起来我是谁。他也在测试这个游戏，那他还活着吗？活得好好的，但那个游戏不太寻常，那个男大生手机里的镜子也不太一般，所以他看得到那个镜子跟手机里面的程式有问题。照你这样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命继续玩呢？但愿无辜的人都不要被波及吧。我也是无辜的啊，就因为一个人不小心而失去了所有对未来的想象。现在等着我的未来是不断被困在学校附近，进退两难。他有得选择啦，选择抓无辜的人来代替他，还是说找他当初那一个？可是他两个都不选择。学长，你怎么突然不说话？还好吗？我还有事，先撤了。我意识到自己思绪混乱，不想把情绪带给学弟，想独自一个人好好沉淀。几天过后，被一阵哭声吵醒。我看到一群中年男女在事发路口的树下放了一大束百合花。哦，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离开学校都要20年了。我们都变大叔大婶了之后，他永远都是20岁了。那时都不应该叫他去买了，便当不够就算了，大不了饿肚子嘛。谁都想不到后来变这样啊！没想到他们还记得我的忌日，原来这是他们40岁的模样啊！学长，你的同学们还真有心啊！
事情都过去20年，大家都变成熟了，之后还是老样子。所以啊，学长，心狠一点，抓完交替，把握机会投胎了啦！我靠，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我同学们深深的朝路口的方向鞠躬示意后，便一个个离开了。看他们的背影，心里有些空虚怅然。但死后这么久还被人惦记着，也有些莫名的欣慰。学长，你猜在这样的日子还会有谁来看你呢？我的家人应该会直接去灵骨塔吧？除了刚刚那批同学外，应该没人会来了。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哦。我顺着怨鬼手指的方向看去，一辆蓝色的发财车朝我们的方向疾驶而来。看来他还没学乖呀、啊！哈哈哈哈。隐隐作痛，他的这长相你记得一清二楚。学长，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吧？我知道，这20年以来，我都在等他经过，让他出一次跟我一样痛苦的车祸。我不愿殃及无辜，所以要抓交替的话，我也只会抓这个害死我的，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静静的等待发财车驶到这里，准备好出手的时机。学长，就是现在，你还在犹豫什么？等等，轮胎急刹摩擦地面的刺耳声音。我回过神，白发苍苍的司机从蓝色发财车颤抖走下来，将一叠冥纸放在百合花旁，不停的朝路口磕头。哎，学长，别又心软喽。事到如今，这么做又能弥补些什么？我不知道。他迷茫了。在冥纸烧尽，他离开前是我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不确定了。从桥坠扣了声音，我知道这些年也不好过，那个意外已经让太多人痛苦了。学长，你不出手，那就让我帮你。学弟，你看不出来吗？让他死反而是解脱欸。我要他余生都活在对我愧疚，这才是他应得的惩罚。怨鬼深深的看我一眼，摇了摇头，哈哈。哎，你怎么不想看到我继续留在这里跟你聊天，不是很好吗？我们像学长一样没出息啊，很快就离开这了。哦，要学长祝福你百抓百中啊！怨 鬼瞪了我一眼，无奈叹口气，看来这家伙应该也是那一种抓10次然后失误11次的家伙。发财车开走，在扬起的烟尘里，我看到了那条蔓延到山边的路。或许我会一直被困在这，或许传说会一直让我背这个黑锅，但我无愧于心。我从不曾伤害无辜的人，就算是未来也一样。我不禁想到，因为游戏而重演我悲剧遭遇的人，那些无辜的人，希望能够安息。而那个继续玩游戏的男大生，只能希望他自求多福。